大家好，我是毛毛，我是一名报社记者。那我的兴趣呢是登山，尤其是登大山，3000公尺以上的百岳，然后还有重训，因为我需要登大山，所以我的腿部的肌肉必须要常常去做一些训练。那在登山跟重训之余呢，我都会穿这个 free pose 的袜子。那我工作也很非常需要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它可以让我的腿部的压力可以舒缓。那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容易水肿，工作的时候很容易水肿，穿上它之后呢，可以舒缓我腿部的压力，那可以让我腿部会比较纤细。那我在登山跟重训之余呢，它可以固定我腿部的肌肉，不会让我有时候会容易抽筋。穿上它之后呢，会非常的舒服。那非常推荐它给各位朋友，谢谢。